家好，我是小小。没错，体验服我又回来啦。上期有很多小伙伴跟我说体验服还更新了新作技能，一听到有更新新东西，我小莫的又屁颠屁颠的回来啦。看新作技前福利区有东西还是要先去领的吧。体验服的福利就是好，免费迷你币都可以无限领，有钱的感觉可真好。现在终于可以买了，反手我就来到了作技商店。新作技一眼就看到了，这只福袋猫猫是为春节做准备的吧。哇塞，这好像还不是一般的坐骑耶，捡建筑只要长按跳跃键不但可以蓄力，还能对前方施加减速 buff 呢，强，实在是强。再来往下看看神圣天马坐骑，哇，这个出场方式很别样啊，好像小白马从天空飞下来的感觉，迷住我了，嘿嘿。再来看看它的简介，可以漂浮在空中，下地的时候还不会扣血，不错不错，感觉只要拥有这只坐骑就可以无敌了，买，果断购买。什么？这坐骑还要靠抽的？得，我小某人向来运气好，肯定能抽中。先来花500个迷你币购买十次，一次一次开太麻烦了，还是十次一起开吧。小伙伴们，请祝我好运吧！天马碎片，怎么是来小白象和麒麟啊？下一页。又没有，还是没有，我就不信了，十次一个天马碎片都没开到，再来购买十次，我就不信这次不会开出天马碎片。没有，也没有，还是没有，依然没有，化石龙都来了，怎么就没有天马？1000个迷你币就抽来了这些东西，那我岂不是亏大了？姐，你不是说你向来运气好的吗？还不能让我打扰到你抽奖，这下钱也花了，坐骑也没抽到，打脸了吧，哈哈。